们到越往里面是越精彩，所以说你们没有关注主播的呢，啊，可以给主播来一个关注啊。这个是甲八零啊，甲八零也是甲大级啊。高强度越野挑战，对，这个是极限越野挑战啊。门可能不走，咦，哎呦，不要的，对，啊，是，嗯。咔咔咔咔响啊！油门还是要带一点的，不要开大就行了。哇塞！哎呀，这个声音，哎呦，响一下几百啊，响一下就几百。哇塞！这哪里是玩越野啊？这完全是玩金钱嘛！我看到都怕，主播没事，你万一看到金钱的地方你怕的话，你就把眼睛闭上嘛。踏板要飞了，踏板肯定这个浪琴弯出去的话可能是保不住了啊，这只是一个入门坡而已啊，就一个入门坡而已。